反正可以再补血啊，浪费要见死啊！对啊，现在补血补的蛮多的。肉身接见，面包你自己带一些啊，有，零食是可以补。哎呦，想要把那个，要不要挖一些铁啊？你要挖铁吗？有一点点想要啊。另一边的铁是比较安全的，对，另一边铁边圈，可是没有，它有没有弓的话，这边反而比较安全，啊。哦因为被射到，顶多只是往后，不会喷旁边。我要想办，OK。法小心。偷偷叼它。对啊，我这边想要叠高，不过要用注意纸片。我在看他，我在看他，纸片真的是随时想要过来，欸，干什么干什么，你走开！这边也要有无限水源。钓到一哦，个了！碎碎碎，钓到鱼了是不是？哎，那我们要准备上，要趁胜追击。他没死吗？他也没死。对啊，他一定不会死。我觉得那我就直跳接，过去喽，跳过去喽。好啊，会，我先砍到一下，会，我叠，砍到两叠，下，我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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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要死，他死了，他要死定了。哎，我被他连打到。你看，有了，是，小心那个纸片在后面。云月也在。我在水里面，我在水里面。我马上游上去，我马上游上去。等一下，云月还在，云月还在。但是这边，哎，我按到东西，纸片也来了。现在纸片、云月都在那边，我被纸片打下去了。你也下来，你也下来了。对。啊不！还行，有纸片，哎呦，纸片连打，哇塞，他居然连打到我，他的剑太痛了。哇，现在陨月好像在上面，你在上面吗？对对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，那你小陨月心哦，投射，陨月也在附近哦，还有啊，纸片，啊不，完了，有你那边还没被断水流，纸片他现在在各种断水流。不。不，有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我们只你要，的纸片快先打起来呀！你们两个先打。对，只要他们两个打起来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对，想办法游，想办法游，拜托他们尽量打。哎，纸片怎么感觉要掉下来了？哇，要吃进苹果了！哇，感觉啊，有剑也会比较好，攻速比较快。哎，我不小心对，摔到啊，现在好紧我到张啊。了，我到了。到了，有，他们两个还在努力打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了。有，我快要上去，我快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哇！你怎么打到他了？碎哦，碎哦！！Ye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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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要赢了吗？要赢了吗？我要上对，来，我要上来了。他去了，打去了！赢了！哇！我犹豫犹豫赢了！逆转胜！哇！哦，哎，好家在陨月有活着，他刚死了，我们就要被纸片弄了。还好哎，哇塞！上去，我回来了，哦，这太好玩了，上太来刺激了，了！哎，纸片你，纸片你超狂的，你直接从上面跳下来，我还在关注陨月。全部上不来对啊，了，影月你干嘛出现了？没有影月掉下去的时候，你也要躲影月的水啊。各种哎、欸，我本来没有看到他，我没有打他的意思，他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太可惜了他应该是哦，上一场我战斗优胜是你嘞。你知道刚刚真的是我每个人都盯着每一个人，因为感觉我剩两只哦。对，我那时候在盯着影月，然后结果纸片就从上面跳下来打我。对，你们先但是穿纸片越了，就没有注意到陨月，所以后来陨月就可以去打对纸啊，对片。啊，闲话的时候，你还不如先按重置比较快。天哪！三方战斗，真的好可惜哦！哇，别难过啊，那个一个追一个，一个追一个，只有五秒的战神而已，你当五秒的战神。好处想，你这两场都很精彩。可以。啊，哎，纸片今天各种六六哎，他什么记得自己掉下去啊？
看不太懂啊。他借我的，我想说我没有攻，自己掉自己掉了呢，再游回来。原来你是自己掉的队友。这是策略，这是策略，这是策略，一定是策略啊！先示弱，让你们觉得他不足为惧。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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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了。对，我上来看到的屁股三秒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我等下要学一下。而且你居然踩着我盖的高台直接跳过来打我，好爽哦！太坏了！那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影月，你知道，我想说你应该也会打影月，我应该就在你头上了。结果对，你就直接在我头上。我看到他，把那个蓝布 Q 清掉，好不好？五秒钟的战神哎、欸，很厉害、欸！五秒真纸片。阿秋风，你们刚刚怎么了？欸、对，秋风怎么了？跑到水里面之后就上不来了。我看秋风一直在玩水，我就说他玩水是什么鬼啊？我们耶耶耶耶耶，跑到水里面就上不来了。也是啊，看看你有那样的队友，应该也差不多啊。对不起，我算哇，受不了啦，受不了，嘴爆他，嘴爆他。我觉得这样啊，你会安排我自己一个零队，先哭先哭再说，先哭先哭。哎，这么快！哎哎哎！我跟谁？我跟谁？还是绝对跟你啊！你到底可以可以可以？我跟你，我要切换队伍。我可以啊，拜托！超快，这打太快了，十分钟就一场。下次要那个导远一点，好不好？地图大一点，导远一点，导远一点的。那个那个是尺寸设定的了。我先离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直接下去了，所以巧克力等一下也是要自己下去的意思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这一对分组感觉还蛮平均的，很好啊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跟我们纸片带走了，我带走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把我拉下去啊？然后有一种办法是让可以游戏进行比较久一点。我先分队，弄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弄一下，已经有人。其实我不用把你拉过来也没差嘛。好像是这样的意思。不但你 RC 用音量感应，你有在用吗？我在用那个 Auto 啊，我怕我太吵。你本来就很吵啊，但是你用音量感应呢、啊哦？好，我用音量感应。对你跟我敌对的时候再用 Auto。好。他过来，你这个我不讲了，我不讲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用啊？你听我说，水。好，你都不用用，都不用用，都不用。你等一下就帮忙打方块，然后放在宝箱里，对，然后合成台放在宝箱里，对，合成台盖出来放出来，对，然后水呢你也不要动，我来。好，我们是一个人的队伍，那你只是微微的小协助而已。好，我愿意成为这样的协助。懒惰了。没有啦，我刚刚有看要怎么做了。为什么我们的地板？是怪怪的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没东西可以挖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是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沙、欸，没关系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好好好，对对对，你一样，打木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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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恒能台，我，好好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讲什么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合成台先做，合成台先做，合成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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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的合成台，好好好，一手，一手 ，OK 吗？会不会做成黑曜石？没有，你现在打一些沙子，好，然后放那个宝箱，放箱子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你可以做那个沙的半砖吗？好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沙子半砖怎么做？啊，那你把沙子放在宝箱里就好了。你把沙子放在宝箱里就好了。我放了，我放了。我就是、啊、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这样很 OK， 你这样很 OK， 你很棒，你很棒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们拿到一个地方的宝箱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好，我继续挖沙子。啊，好，我先帮你弄那个好了。你要那个吗？一手一手。哪个？黑手黑手。这边让个路哦。
好啊，下面是下面也是底哦，不能挖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想一下哦。好。嗯，哎咻，哎咻，这样子应该都可以。石头，有，你做那个，对。好，我来挖，你去玩。尽量挖，努力挖。好。用力挖。好。付出你的性命去挖。好。讲屁话。不是你在讲的吗？不要难过，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撑比较久一点，啊，真的。但我们这样就没有无限水源了，没关系。哎，怎么了？汪汪，想要啊？没关系，我先挖石头。钓不到他，可恶！另一个宝箱被他夺走了。哎，可恶！我帮您做实践。十剑十斧应该是被拿了，算了，应该是被拿了，不用看了。时间在宝箱里面了。好，还有还有那个石斧哦。好啊，前途一片堪忧啊。要帮你做石头装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我没有想要跟你讲话的意思啊。好，我还想这样，我怎么用无限水？感谢还巧克力的订阅。那个石剑跟石斧都在箱子里面啊。好，这无限水要怎么弄啊？如果是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思考，我们可以的。会，好像一定要用成一个方块才有办法。完了，我脑袋卡卡的，因为跟你，对不起，刚秋风好像也是因为跟我，所以就爬不上来了。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会这样？好啦，先不要无限水源啦，先不挖石头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个岩浆我先收一下，我们先弄个无限水源出来。好，把石头打掉。打掉。打完了。也没有啊，下面要放一个。还是没有啊。有多一个水源，有多一个水源。至少多一个水源。看我这个有点怕怕的。为什么还会有水啊？这水流是怎么回事啊？无限水源了吧？没有了。没有吗？你小心哦。好，继续挖。好，我挖。制作实在是太难了，我们不要动这脑袋了，放弃了。多了一罐水，其实就差很多了。你吵什么啦？吵死了啦！你不要看不见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？挖掉之后就变这样了？为什么？刚刚不是没事吗？可能水太多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水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对不起。可是我们这边有19个石头。哇，好像不够。哦，跟泽明一队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没有，是万能的。好，安静，啰嗦，是我没放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成这样啊，没关系，这样我们至少，有19个石头，要不要？
中间是无限水源了啦，我把一个水桶放在宝箱，你可以自己用。好，石头你放箱子啊，你把自己身上装备十件跟那个石斧都做出来。好，